爸爸妈妈去上班了，我乔治要在家里玩一会儿拼图。小朋友们快看呀，现在我拼的是一份我们小猪一家的全家福，我要赶快的把它拼好，等爸爸妈妈回来了拿给他们看。嘿呦呦，看什么看，给你拿走两件，看你还怎么拼。我好像看到有位公主拿走了我的拼图，这我还怎么完成呀？姐姐姐姐你快来。怎么了乔治啊？姐姐你快看，有位公主拿走了我的两片拼图，你快带我去找找。好的乔治啊，姐姐这就带你去找王后。王后你快看，你的一位公主拿走了我弟弟的两片拼图，赶快让她还给我们。什么？竟有这种事啊！我这就把公主们叫出来。公主们赶快的给我出来。乔治啊，公主们都在这儿了，你快看一下是谁拿了你的拼图。她当时跑得太快了，我也没有看清楚。没关系的乔治啊，虽然你没看清楚，但小朋友们肯定看到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求助小朋友帮忙吧。小朋友们，是白雪公主拿的，发送笑脸；是贝尔公主拿的，发送哭脸；要是人鱼公主拿的，就发送这里的小能量。啊，怎么还找上门来了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千万不要点上这里的小能量跟我人鱼公主投票呀，要不然王后知道了会惩罚我的。人鱼公主，你在这支支吾吾的说什么呢？难道乔治的拼图是你拿的？小朋友们，要真是人鱼公主拿的，你们就快来点上这里的小能量告诉我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轻饶她。不行，反正你们就是不许点这里的小能量，不许点。哎，人鱼公主不让点小能量，那我乔治的两片拼图一定是她拿的。小朋友们快看，小能量就在这里啊！你们快来帮忙多多的点一点，告诉王后，让她把拼图还给我吧，要不然这个拼图我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呀！快快快，小能量多多的点起来！天哪，小朋友们点来了这么多小能量，人鱼公主赶快把拼图还给乔治，我还要饿你三天不准吃饭。母后，我不。